迎大家收听收睇《余思欧地话2018正逆求证》今季最后一集啦，陈教授。有啲唔舍得啊？都有少少噶，其实即系冇每个筵席要散咗，先有第二个新嘅筵席嘅开始噶嘛。冇错，咁而我哋今日咧第八位嘅嘉宾，亦都系我哋嘅压轴嘉宾咧，即将会登场啦。咁我哋访问过即系八个唔同嘅嘉宾啦，其实即系有八个唔同嘅故事，有八种不同嘅际遇。嗱，有人咁讲嘅，就话啊，如果你嘅出身好啦，咁啊接受呢一个嘅教育嘅机会会多啲啦，咁啊。自然出嚟做嘢，亦都會係容易有坦途嘅。咁但係亦都聽過人咁講喎，就係、是、千金難買少年窮。咁又唔知阿教授你又點睇咧？嗬？你介唔介意我講個故仔咧？我當然唔介意啦。我諗今日嘅嘉賓係應該聽過呢個故仔嘅，唔係好多人聽過。個作者咧冇人識咁滯嘅，叫做彭淑淑淑啊，淑得優良，淑得悠閒。嗯，咁就。大概咁嘅意思，佢男性嚟嘅，清朝人，佢作咗一篇嘢咧，就叫做《遺學》，咁都唔知講乜啦。咁阿陳生識，叫做熟之皮有二爭，其一貧，其一富。嗯。咁貧嗰個咧，即係冇錢，但我唔明啊，出家人點解會有富同貧咧？不過就唔好深究啦啊。咁個貧嗰個咧，即係冇錢嗰個咧，走去同個富有嗰個講，不如我去南海咯，求一啲經咯咁。咁嗰個有錢嗰個問佢：你憑咩去啊？他说一对盲鞋一个拨头。嗯。他说我想成年我想买条船去南海的。熟为什么买船去南海又不是 很明白的。因为明明是山来的嘛那去海了不过又不好深究。嗯。那 他就估他不得的。那跟着一年之后呢这个很穷的僧人回来。那富有那个就说我真的惭愧。原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以回答你呢個問題咧，根本上咧同有冇錢冇關聯，係同你有冇恆心決心，你係咪真係想做，你嘅使命感強唔強？有錢可以做到，冇錢都可以做到。嗯，係。除咗我了解呢個道理之外咧，我更加明白就係、是。講古或者聽古仔就唔好博古啦，其他嘢就唔好深究啦，係咪？冇錯。不過咧就真係嘅，即係我哋喺呢個世代咧，成日都話我哋要贏在起跑線。我哋今日嘉賓咧就絕對唔係贏在起跑線，但係喺佢嘅人生嘅旅途當中咧，每一個機遇都好好把握，而且係一步一步向上爬。究竟佢係邊一位？請佢出場。陳茂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政司司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基层家庭生活担子沉重，只求有瓦遮头，两餐温饱。从小在石硖尾木屋区长大的陈茂波，就是来自这些典型基层家庭。因缘际会下，得到热心人士资助和志愿机构协助，勤奋学习，最后考上香港中文大学，并在1977年取得会计学士学位。毕业之后，先后任职大学助教、税务局和建筑业训练局。84年取得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在2000年代到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工商管理硕士课程。陈茂波在1990年创办自己的会计师行，亦都先后担任香港会计师工会会长和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香港分会主席、立法会会计界功能界别议员以及多项公职。2012年加入政府出任发展局局长，并在2017年获委任为财政司司长。司长本身已经是一名成功的会计师，由会计师到从政这条路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么多年来，从政之路不易行，700万人有700万个诉求，他又怎样平衡各方呢？与 CEO 对话，今集请来的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歡迎我們的壓軸嘉賓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司長你好。你好，你好，Melissa。今天呢陳司長已經掌握我們香港的經濟命脈了，但是聽剛才的介紹就是說你年輕的時候生活都相當之刻苦，其實刻苦成點又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呢？可不可以想像得到？或者我小的時候就我想当年很多朋友都是住在木屋区。我都苦过，看来你好像苦过一点。住在木屋最怕就火烛的。也都经历过半夜三更左右隔离火烛要起身走。也都经历过有一年去拜完年回来之后发觉咦，家里没有了。
點解咧？就係剩翻身上嘅衫同埋屋企人啊。打風嘅時候，一個風吹埋嚟，可以個屋頂冇咗嘅嚇。咁可以咁講啦，當年咧就好多朋友都係一啲咁困難嘅環境裏邊生活啦。係，咁而司長就係其中一位啦嚇。咁啊，但係即係知道你要讀書咧，當時嚟講其實都真係唔容易嘅。咁你喺好細個，應該大概六歲嘅時候，都係靠一位人士嘅資助，你先有機會繼續讀落去喎，係嘛？嗰陣時有個慈善組織叫國際培幼會啊，咁咧就幫助香港嘅一啲窮家嘅細路仔啦，每個月俾一啲津貼我哋啦嚇。咁咧嗰陣時就有個契爺嘅，我仲記得我契爺咧係美國人，咁啊係飛機師嚟嘅，因為我睇過佢一張相係著住飛機師嗰啲衫，咁佢幫助咗我兩年嚇。點識翻嚟嘅咧？我都唔知道，要問翻爸爸啦嚇。咁我諗喺當時嚟講咧，就呢啲慈善團體就喺香港裏面揾呢啲受助嘅家庭去幫助啦嚇。但係未見過真人嗬。我2010年嘅時候去探過佢哋，專登揾翻佢。事緣咧就呢個慈善團體後來離開咗香港，因為大家知道踏入70年代。香港開始環境比較好啲，咁所以佢哋就轉咗去第二啲地方。到2009年左右咧嚇，佢哋翻翻嚟，今次咧個目標就唔一樣。嗰陣時嚟呢度咧就係幫助啲小朋友，今次翻嚟咧佢哋係揾啲人捐款去助養其他地方嘅細路。咁佢係揾翻當時受助嘅細路仔啦嚇，包括我在內。咁嗰陣時我就要求佢哋可唔可以幫我一個忙。幫我找一找以前助養我的那位先生，如果他願意的話，我想跟他聯繫去探他。通過他們，我就找回當時助養我的Mr. Bruce。怎樣啊？見到他的時候感覺？多少歲到呢？那時他助養我的時候，就我看回紀錄那時應該是六歲到，他助養了我兩歲。他大概多少歲？他那時候，我後來去探他，才說起。他比我大一點，他今年80多歲了，八十多歲。他說他助養我的時候，他自己有個兒子，其實跟我年紀差不多，我都見過了，因為我去探他們。他說他有一天看報紙，就看到每個月只是需要用$7，你就可以助養一個落後地方的小孩，幫到人。他那天就回去跟他太太商量，好不好我們都助養一個呢？咁佢哋唔係嚟自大富家庭啊，嚇！佢哋喺美國南邊嗰度長大，喺德州，喺 Texas 喺德州長大。咁咧就中等家庭啦，又有自己嘅細路。咁佢哋話佢諗咗一晚，諗咗一晚之後咧就決定，我哋都係助養一個細路。係。一個啫。助養一個細路。咁咧嗰陣時佢就諗住助養一個中國嘅細路。我問他點解啊？點解助養中國的細路啊？佢話佢哋以前細路，佢自己細個嘅時候咧，就將啲零用錢儲起，就捐俾啲宣教士。咁啲宣教士咧就喺中國傳教。咁當時佢哋想助養一個中國嘅細路仔，但係當時內地就未開放呢啲，冇接受嘅。咁咧就據嗰個機構同佢講咧，就係。不如香港都是中國人細路嚟嘅，你助唔助養啊？咁佢就助養咗我。但點會揀都係你咧？呢個係上帝嘅安排嚟。姻緣咯，呢個就係考究唔到啦。考究唔到啦。咁咧就佢，我見佢哋嘅時候，佢哋都印象深，因為係佢第一個助養嘅細路。咁後來咧，佢仲喺佢個地庫嗰度抄翻一啲當年相嚇，佢哋助養我嘅時候咧，就呢邊寄過去嘅相啊。我寫的一些信啊，咁樣都好感動嘅。對於你人生有咩啟發咧？喺當時嚟講咧，就嗰個係一個重要嘅資助啦，真係。其實唔淨止話我自己讀書，其實對於屋企嚟講都係一個資助。同埋據我爸爸嗰陣時同我講咧，後來因為我喺木屋區長大，周圍環境都比較複雜啲啦嚇。街童嚟噶嘛，我哋咁有一次咧就係培幼會啲，而家我就知嗰啲係社工啦，就係我姐姐同我爸爸講，
啊，你係咪應該幫你個仔揾嗰間學校咧？咁嚇，咁結果咧就爸爸就幫我揾，就轉咗去一間教會學校。嗯，教會學校咧就管教比較嚴，打手板都唔知打咗幾多次嚇，咁啊乖乖地讀書嚇。嗯，咁啊，同埋啲朋友仔又唔同咗嘅，乖啲嗰啲。啲朋友仔啊。又勤力啲讀書咧嚇，係咁啊，所以其實真係有啲就係因緣嘅關係啦。咁啊，結果你就去咗一間比較好嘅學校。但係其實學校重要之餘，有時係咪真係都父母嘅堅持都緊要咧？因為你都講啦，即係當時香港嘅環境係即係讀書係好難嘅，好多根本上小學畢業就出嚟要做嘢，何況你應該都係係咪長子啊？我係大仔，大仔係啦，大仔要答答先。好啊，我答完之後你答。好啊，我哋差唔多年紀嘅。我細個記得咧，就係我哋逢係落雨瞓覺咧，一定要準備三四個叫做朗口鐘，或者一啲盤。嗯。點解咧？因為一落雨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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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哋漏水。漏水。我哋瞓個位咧係唔漏水啫，但係漏水嗰個位咧，基本上咧就係成晚都交響樂嘅。係。但係我哋一啲都唔覺得好苦嘅喎，唔記得咗點解咁咧？你講到教育咧，我自細聽我媽講嘅，所以我媽而家或者佢唔記得咗自己講過，但係呢句説話對於我影響好大嘅。佢話細路仔一定要讀書。嗯。嗰陣時個 term 叫做借貴你都要讀，你明白叫借貴你其實好嚴重嘅事嚟嘅。嗯嗯。即係九出啊，十三歸啊咁。嗯。而家啲銀行冇咁結嘅，嗰陣時就真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唔可以唔讀書，係。咁我嗰陣時唔知點解嘅，咁所以咧就都比較勤力讀書嘅，因為阿媽咧就即係真係唔捨得食，唔捨得著，就供你讀書咯。你嗰陣時嘅情況係點㗎？我嗰陣時因為小學要考升中試嘅，嚇，係。咁就成班只有得賣㗎。係啊，成班同學仔就努力啦，而且嗰陣時印象好深咧，就係。啲先生好好嘅，啲老師好，包括啲嚇代課老師，代課都好好。啲代課老師都管得好，我哋好嚴，但係又好肯教，咁啊變咗大家都好集中精神咁樣讀書啦嚇。當年嚟講咧，好坦白講，如果升中試考唔到，讀書嘅機會就大打折扣㗎啦。嗯。我見到我身邊居住嘅地方啲朋友有好多升中試考唔到就。出嚟做嘢啦，咁啊支持屋企裏面嘅細佬妹啦嚇。嗯，咁啊，但係你就都有幸即係成績好之餘，而且屋企都支持你。考得好唔好啫？你個升中試？我僅僅熟咯，所以派到位啊！派到位得㗎啦。其實最怕就派唔到咧，你就彷徨啦。嗰陣時又唔興咩叩門嘅，讀唔到啊，出嚟學師咯。我聽嗰啲説話，同埋屋企都唔識呢啲啦，唔識嘅，唔識。我記得我嗰陣時住喺九龍啦，喺大坑西啦嚇。大坑西。我爸爸做嘢咧就喺對面海嘅，所以唔係成日翻嚟嘅。嗰陣時不單止冇地鐵、隧道車都冇，所以係好比較少見嘅。所以反而你讀書係自動自覺嗰只嚟嘅。咁啊，要去到後來搬咗入廉租屋啦，由木屋區搬上廉租屋。咁我爸爸個工作又轉咗啦，就由香港島轉翻翻嚟，就喺我住嗰個廉租屋裡面做大廈管理員。嗯。咁啊。嗰陣時，香港社會都係咁噶啦，我哋就去啲廠度攞啲嘢翻嚟做啊，又發啲俾人做啊，咁嚇。嗰陣時有啲商業嘅一頭腦噶啦，係嘛？嗰陣時咧就知道揾食艱難。揾食艱難嚇。幾多個兄弟姊妹啊？你五兄弟姊妹嚇，完全一樣，淨係你餵飽三餐，經已絕不容易。因為得爸爸一個人，因為要養要湊啊嘛，所以媽咪都要做埋嘢。所以咧就家姐就湊阿哥，阿哥就湊阿妹咁，係咁樣做。嗯。所以唔學壞咧，其實就經已係哇好大嘅恩寵。我記得嗰陣時我好中意踢波嘅，總之打波籃球、足球完嘅就啱噶啦。啱噶啦，咩波都得。次次都可以只可以去球場度跟隊嘅啫。係咯。因為冇錢買波嘅。買唔到個波。波衫啊，更加唔使諗啊。波鞋都係唔容易。白飯魚搞掂啦，白飯魚搞掂啦，係嚇咁啊！即係你嗱，你話升中試就緊緊過啦嚇，咁啊！但係其實你要讀到大學都真係唔容易啊，真係係尖子嚟嘅喎。咁你應該嗰幾年應該係有啲嘢發生咗，所以你即係咁勤奮啊，係咪啊？點解會入到大學咧？好感恩，我入咗去一間中學，我去咗培聖中學。培聖，嗯，啊，培聖中學當時咧就辦校唔係好耐啫，我都算係比較早期嗰班同學。
但同埋一班嘅同學咧，就絕大部分都係窮家子弟嘅。大家好好齊心，一齊去玩，一齊踢波，但係又一齊讀書。咁我哋將我哋自己組織起嚟，就分開幾個組，每個組我都做其中一個組嘅組長。組長。咁就有啲領袖才㗎啦。同埋嗰陣時咧，亦都自己間學校當年咧就唔係咁出名啦嚇。咁啊，覺得人哋有啲學校叻啲咁。咁啊，走去借托朋友，左借右借，借啲 notes 翻嚟，咁啊抄啦。我仲記得嗰陣時係寫嗰啲然之後油印啊，啲 stencil 啊，因為油印影印都唔捨得，冇咁嘅錢。係佢嗰啲鋼筆。啊，但係就非常之齊心，成班同學咧就分開咗咁讀書，勤力。咁啊，當年咧我哋係和尚子嚟嘅，男校，所以就玩得好開心嘅。咁啊，自然就齊心咁啊，考中學畢業試，跟住一齊讀中六。中六一齊讀中原校。喺翻原校嗰陣時候，雖然有三兩個同學去咗第二啲學校，但係我哋嗰陣時成班人咧就好齊心，翻自己原校。翻自己原校咁啊，點樣咧？咁要讀書地方冇啦，翻屋企啊。其實很窄很嘈嘅，去圖書館又未必咁容易揾位啦。咁啊試過去公園嘅，去公園燈光唔夠之餘咧，就係你見到人拍拖，你會分心喎。係啊，你仲係男校添嗬？咁我哋好自然啦呢個。結果咧就翻去自己學校，嗰陣時已經放咗爬牆入去，爬牆入去讀書，翻課室咁啊讀書，讀到咁上下又翻屋企。咁啊，當時啲校工啊，好好嘅，又唔理我哋，隻眼開，隻眼閉。啲老師又唔理我哋，結果我哋就倒不如拿張籤翻去瞓啦。試過嚇，咁結果咧，我哋就翻咗去學校，就喺班房裏面就喺嗰度瞓啦。好感動啊！呢個畫面真係，而家啲老師聽到應該都想像唔到。咁你明白好多人即係底下都有幾位教書嘅，點解佢去教書咧？係一定係細個嘅時候咧，嗰啲景象歷歷在目。有人成日問點解你咁好耐性啊？咁都唔嬲啊咁，因為佢未見過世面啊嘛。更慘嘅嘢我哋都見慣啦。咁你應該咁諗，如果佢個情況係咁，佢背後有一段歷史，呢段歷史或者佢都講唔到俾你聽。你嬲佢做咩咧？咁但係你話即係翻到學校瞓嘅，真係呢個你叻啊！成班同學互相鼓勵，我仲記得，因為我哋係中文中學，所以就其實嗰陣時我哋冇音樂堂嘅，只有體育堂嘅啫。但有啲同學咧就學二胡啊嗰啲。哇！係。我仲印象好深咧，就係大家一齊瞓覺咧，就一張席咁啊，瞓喺度一張籤就冚過曬。真係啊！你最好就唔好一頭一尾。係啦，唔係凍親夜晚。一個反瞓你就好咁咧。朝早試過朝早一撳落去就放只 C， 放只嗰陣時係啲帶嚟嘅冇 CD。係 cassette 帶。啊！放只江河水出嚟，哇！真係眼淚水都爭啲流埋出嚟。但係咧就同學之間就互相激勵，咁啊結果大家一齊考咁啊，嗰年嘅成績唔錯，入咗有二十幾個入咗中文大學。你嗰句叫做千金難買少年窮咧，喺呢度嘅寫照啦。係呢啲經歷真係有時即係睇電影都未必諗到。肝膽相照啊！係啊，咁而家打個電話嚟，阿婆啊幫下啦咁。咁當然佢係合情合法合理嘅，你。當年你經過咁嘅經歷，二話不說都耶事。我哋嗰陣時走咗去第二啲學校讀嘅同學唔多，但係當然都係啲名校啦。佢哋就將啲 notes pass 俾我哋，咁我哋又抄又印。其實咁好嘅呢間學校嘅風氣，非常好啊，同埋即係大家個感情亦都非常之好。係咁啊，結果即係有成20幾個入到即係中文大學啦。咁但係講真，入大學有時係俾到個學位你。你都要交到個學費嘅。其實呢個當時嚟講，你屋企環境會唔會好咗啊？定係其實都要靠其他方法先去籌到呢筆學費啦？嗬！我好感恩嘅，喺我人生不同階段咧，有唔同嘅人幫我啦嚇。咁嗰陣時，我考完中六嗰個大學入學試咧，叫 high level 就出嚟做嘢啦。因為我爸爸諗住我即係你唔係即刻入大學㗎嚇。咁啊，未放榜，咁啊，亦都唔可以躲懶啦。咁啊，左托右托，托人介紹咗我去會計師樓度做嘢。哇！咁我係咁樣接觸，真係順時有緣喎。
咁啊喺嗰度做咗兩個月到，咁啊大學放榜。大學放榜嘅時候，梗係好開心啦，諗都冇諗過有機會讀大學。咁我就辭工啦，咁我同老闆講。你唔係報咗人哋收你先辭㗎咩？報咗，即係後來收到，收咗之後，咁我就去辭工。咁咧，我仲記得嗰個老闆咧就唔捨得你啊，問我捱唔住啊咁啊，剩咗兩個月啫喎，咁係咪啊？你又唔係，你只係話大學收你咧，咁我話佢開心嘅。其實佢好好嘅，嗰個老闆好好人嘅嚇。咁佢之前咧，我入去做嘅時候咧，因為我讀中學未讀過會計啊，咁咧就一入去就要做啦。咁啊點咧？咁啲師兄咧一掟個 file 落嚟，咁啊一間。再訂一沓嘢，啲帳簿啊嗰啲，咁我學參考以往個 file 就學埋數啊，做個損益表啊冇問題嘅，收入減支出冇問題，去到做個資產負債表咧就唔識咗。咁啊，你都中學生啫，嗰時我仲記得咧，捧住嗰樣嘢走去請教我啲師兄，喺呢個平衡表點做？點平衡嘅咧？咁平極都唔行嘅。咁啊，支持近乎勇啦，咁去讀夜學啦嚇。咁啊，嗰陣時嗰個老闆就資助咗我讀夜學。咁我去辭工嘅時候，佢知道我入大學咧，就幫我俾咗第一期嗰啲學費啊、雜費。咁好嘅人嘅。然之後就俾我每年翻去做暑期工學嘢咁。咁我如是者幾年就翻咗。你覺得佢中意你乜嘢咧？咁樣幫你？我諗唔係因為我有啲咩特別嘅，而係呢個人好善心。他很善心，咁你見到一個年輕人，肯努力，你幫他一把咁啊，嚇，係就係咁簡單嘅啫。係啊，李福樹先生嚇，佢過咗身。李福樹先生。呢個故事，如果你少少個教訓咧，好多時你唔覺意，好輕微地幫一個年輕人咧，你唔知道呢個年輕人到最尾會去到咩效果嘅。係。所以唔好問咁多啦。人哋問你幫，你覺得佢係啱嘅，你就幫下啦。係，因為你爹哋都已經安排你諗住出去打工嘅啦嘛。係啊，諗住做嘢嘅啦。係啊，咁啊嗱，即係點解你會揀會計咧？係咪因為當初嘅一個打擊就係話點解你平衡唔到？咁我就希望喺個大學嗰度尋求呢個平衡嘅真理咧。其實咧，我哋真係要俾多啲機會咧，啲基層啲細路仔有多啲。多啲 exposure， 即係多啲接觸唔同嘅層面。其實以我嗰陣時咧，唯一識得嘅專業人士咧就係醫生，因為病咗要睇醫生。我唔知道呢個世界有會計專業嘅，直至我入去會計師度做嘢。律師知唔知知嘅？律師嗰陣時知知地唔係好知，都唔係喺醫生度知。未必嚇。係啊，接觸到。因為喺我住嘅地方嗰條屋村裏面咧，都會有咩會計師㗎？最多係咩咧？最多係巴士司機，係看更啦，看更嚇嚇。送貨嘅。咁就入到去會計師度做，哦，原來有呢個專業嘅。咁啊，亦都見到考到牌同考唔到牌咧。哇！爭好遠，人工爭好遠啊！人哋對待你都爭好遠，因為你簽到啦嘛，你可以同人哋對數啊，簽名。變咗入大學嘅時候咧，就你知道中文大學有啲科目佢冇噶嘛，嚇咁咧就一係就讀文科嚇，或者社會科學，如果唔係讀商科，一係理科。嗰陣時係諗住畢業要快啲揾食啦嚇，咁所以就好自然揀咗商科。係，咁就1977年咧，就中文大學嘅會計系畢業啦。咁啊，所以即係變咗其實而家都係嘅。你會計系畢業嗰啲諗住逼科，咁啊當時唔知逼幾啦，可能當時嘅應該係嘛？唔止六噶啦，應該仲要多。嗰陣時咧就逼 A 都唔出奇噶，冇都係得幾。嗰陣時係可以咁講咧，就名牌嗰幾間都喺度啦，嚇，但係就未嚟齊嘅嗰陣時，未嚟早啊，77年。咁啊，思想諗住即係入呢幾大啊，定係不如幫翻阿李生手咁樣咧？畢業之後，我嗰陣時就好想出國讀書嘅，好想出國讀書。點解咁想咧？哇！讀大學真係超級正啦，係咪？即係學校裏面收啊！嚇，一來個環境好，二來人又好，人又好，同學好，讀書老師又好，淨係讀書啫，係咪啊？嗰陣時係即係好想出國讀書，咁咧就結果我就申請留低做助教。嗯，哦，因為嗰陣時做助教再出去讀書，通常就容易啲嘅，儲錢啦。一年落嚟發覺。不是很實際啦，這個想法。為什麼呢？
揾得嚟使得去？我第一個月出咗糧咧，就買咗個儲水式電熱水爐，翻屋企。三千零蚊。裝完之後話俾阿媽聽，我哋唔需要再揾火水爐煲水又沖涼咁樣啦。一塌一塌，等一陣就得噶啦。幾先進？阿媽開唔開心？開心。係啊。第二個月出咗糧啊，買個洗衣機。咁阿媽都好開心。阿媽個洗衫板唔好用咁多啦。咁多啦，真係。咁啊，一年落嚟都有多少積蓄嘅，不過唔夠讀書。去唔到啦。面對現實啦，出嚟做嘢啦嚇。你做咗一年助教，做咗一年助教就出嚟啦。咁你第一份工即係正正式式出嚟嘅第一份工？我去咗稅務局。嗯。因為嗰陣時喺做助教嘅時候就考埋，咁啊入咗去。當年嚟講咧，政府工你只係工作穩定，初初畢業又收入高咁，又可以考試。又可以兼職去教書，嗰個叫做金飯碗。你兼嗰時有終於你有冇兼職教過？我有。其實你咪自細都好中意教書咧，即係。咁唔係為咗錢嘅。唔係咁講，而係真係揾食嘅。真係揾食嘅啫。即係當年嚟講就真係揾食嘅。我做助教嗰陣時都有教嘢學嘅。讀書嗰陣時有冇都幫人補習咧？讀書補習就一定㗎啦。就一定㗎啦。OK， 係。咁啊，所以你就即係嗱，其實金飯碗亦都可以即係符合你各方面嘅即係時間安排。咁點解後屘又轉咗做建造業訓練局咧？嗬？喺當年嚟講咧，就心急升級啦。嗯。心急升級啦！我嗰陣時就喺稅務局做嘅時候，就考埋個會計師牌。咁啊，內部佢培訓都有啲考試嘅，我 OK 曬嘅，完全冇問題。不過想快啲改善自己同屋企嘅生活啦嚇。咁咧就我其實由稅務局去建造訓練局係一個升職嚟噶嘛。雖然唔同機構，即係有一個助理嘅專業人士嘅工作，去咗一個專業人士嘅工作咁樣。係，咁應該屋企要買嘅嘢都買齊㗎啦，係咪？去到建造業訓練局嗰時。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那段时候拍拖拍到咁上下啦，都要储下钱噶啦，都应该要谂下吓结婚啦吓，系咁啊结婚要买楼啊咁样啦，系咪啊？咁但系你去到八二年嘅时候，因为你走咗去读书中文大学嘅 MBA， 我读夜晚系系系，点解会谂住？其实你都好忙噶咯，系咪都好伤？都冇贵啊嗰阵时系嘛。嗰啲先生又咁好，都唔係好計出糧咧。知道噶啦，知道噶。計真係有啲老師真係叻到咧，你知道佢出去如果揾食咧，係賺好多錢噶。但係佢就留翻喺學校咯。係，我知道啊。明啊。咁啊，可以交俾你啦。我要講嘅講曬。咁其實即係你話八二年嗱，你基本上你又要儲錢啦，做正職啦，又兼職啦。咁點解你仲諗住花時間要去讀呢一個嘅？我未畢業嗰陣時候，幫自己定咗個六年計劃嘅。六年計劃，我未畢業嗰陣時嚇。咁咧點解咧？就係一畢業出嚟，三年之內要考曬個會計師牌。係。咁咧就嗰陣時。兼讀課程的 MBA 你有三年工作經驗才准申請，他啱啱緊緊熟，啱啱緊緊熟去申請，跟住入學讀埋咁就畢業咯。嚇，嗰陣時係定一個咁嘅六年嘅目標。你係咪又係三年讀得完㗎？我唔係，我因為書我就讀完啦，到寫個論文嘅時候，因為我媽媽病，我媽媽病咁我情願陪佢嚇，所以我遲咗一年畢業嘅。你呢個簡直令到我記得呢個 case 咯，即係我話有咩理由陳茂波會遲過你哋嘅咧？咁咁個個都話佢孝順啊，個都係咪咁？所以人生嘅嘢咧，唔使緊張，急於一兩年嘅，你到最尾咧，其實係你自己個風格，你自己嗰個想法係帶動到咧人哋，即係感受到你嗰個情況。因為好多人咧係諗咧就全部用數字計嘅。三年，幾多錢？幾多錢？幾多錢？嗯。但你諗清楚一下，你對於一個人，你中意佢唔中意佢，好多時都唔係用個數字計嘅。嗯。你係用佢自己個人格啊，那個風骨啊去計嘅。嗯。但係嗰時其實你一路就好有計劃，其實都好有個坦途出現咗。咁但係你媽媽病嗰下，其實會唔會對於你嚟講係一個幾大嘅即係轉捩點或者一個反思嘅位咧？我媽媽由病到走咧，好短時間，一年唔夠。對我嚟講係
很大打擊的，一定係好大打擊嘅。一個很長時間我都擺不低嘅嚇。因為他哋嗰輩，你知嗰度佢哋嗰輩嘅婦女，一生人都是生活比較艱難啊。明白。咁咧就除了話湊住啲細路，又要自己做嘢，亦都好受氣嘅嚇。咁所以當我有工作上一步一步好嘅時候，我就勸我媽媽，因為嗰陣時我你知道香港有一段時間就話大家攞啲塑膠花翻去做，攞啲嘢翻去做，咁都跟住就冇噶啦，啊轉型啊嘛香港，咁所以有段時間我媽媽咧就去咗酒樓度做嘢，好受氣嘅工作嚟嘅，咁所以當我工作上一路比較好嘅時候，我就同媽媽講唔好做啦，係啦，休息一下啦，唔使咁擔心啊。咁佢係啱停咗做嘢，唔係太耐，係咯。咁所以佢走咧，我係萬分唔捨得。同埋佢走咧，喺嗰陣時對我嚟講，除咗一個打擊之外咧，就亦都喚醒咗我人生上一啲反思嘅嚇。如果我知道我媽咁早走，教乜鬼嘢夜學啊？係咪？翻去陪下佢仲好啦。我仲記得我結婚之後咧，我係住喺香港度，我媽媽住喺九龍，住喺屋村裏面。由於我日頭一份工，夜晚一份工，同埋真係好忙。我有去探佢，但係唔係經常到咁嚇。咁翻到去嘅時候咧，你知阿媽都係煮好多嘢俾我哋食，好開心。吃完之後走，吃完走的時候咧，我哋住嗰個屋村咧就冇電梯嘅，一條長走廊。係，咁啊，我哋走嘅時候咧，出嚟咁啊，望住我同我太太走。我試過好幾次去到走廊尾要落樓梯嘅時候，望翻轉頭，佢仲喺度，見到佢喺度嚇。覺得好難受嘅嚇。有時走嘅時候自己坐巴士走嘅時候，甚至喺個車度有流眼淚咁樣。我嗰陣時以為我冇乜選擇啊。點解冇乜選擇咧？就係我要盡快喺專業嗰方面考曬所有需要嘅資格，砌埋個 MBA。當我搞掂呢一啲咧，如果從工作上我嘅專業同埋商業資格，我基本攞齊嘅啦。而事業上咁樣爬升嘅時候，亦都改善咗自己同佢嘅生活。但係我仲可以有時間陪佢去旅行啊，成啫嚇。但係原來時間表唔係你掌握嘅。所以後來我就有朋友帶咗我翻教會嚇，重新思考人生嗰、那個。個優次係乜嘢啦？最後我信咗主啊，同埋嗰個經歷咧，我諗亦都影響我後來人生裏面處理一啲你知時間就得咁多啦嚇，乜嘢係我哋嘅優先，乜嘢係重點？嗰、那個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提醒，但係呢個代價。太大。聽到這裡呢，阿波你容許我，因為我跟你差不多年紀，我對這件事有一個少少不同的思維。剛才你說，如果我那個時間陪阿媽呢，如果我媽為例呢，你出去做事呢，她就開心了。你不回來，只要她知道你是賺錢呢，她就開心了。或者兩個媽是不同的，因為我時時回去的時候，她說都近期啫嘛，啊！你去咗旅行啊？我唔係啊，咁耐唔翻嚟嘅。我一同佢講，好難賺錢噶，阿媽。係，咁就啱啊。俾啲心機賺錢，翻唔翻嚟睇我唔重要。即係變咗咧，一路喺咁嘅狀態之下咧，原來佢一見到我唔翻嚟，只要佢知道我係做好嘢，
同埋嗰樣嘢係為個家庭啊咁樣咧，佢話仲好過我真係咪真係翻去？不過當然啦，都有啲幽怨嘅。咁啊最好咧，你又翻嚟又賺錢。咁如果你問翻我咧，白毛嗰陣時都未必係呢種思維嘅。佢見到你慢慢成長，大學生，你嗰陣時有個仔叫大學生都不得了啦。嗯。又會計師，又讀埋 MBA， 又咁忠心勤力。跟住佢會覺得啊，呢、這個仔咧，我都真係覺得咧，即係老懷安慰啦。可能係咁樣嘅思維多過佢會諗，個仔又唔陪我，佢唔諗陪嘅嗰陣時啲人。佢哋啊，從來唔怨嘅。嗯。呢個亦都係我哋中國傳統婦女嘅美德啊，但係亦都因為正正佢哋唔怨，亦都毫無要求咁將自己貢獻俾個家庭，俾啲仔女啊，咁所以我哋未能夠有多啲機會養回報佢嘅時候，就會覺得好大遺憾啦。嗯，你信主噶嘛？佢睇到噶，佢睇到嘅，同埋即係。作為女性或者作為媽咪啦，都係見到自己嘅仔有呢個成就，其實對於佢嚟講已經係一個最大嘅得著，最大嘅成就，亦都係佢最大嘅成就。而且佢離開咗之後，亦都見到你繼續喺度唔同嘅領域喺度發光發熱。嗱，你跟住即係讀完書，完成咗你嘅學位，雖然可能都有一段嘅時間去內心有個掙扎同埋適應，咁但係跟住落嚟，你都一步一步咁行落去，甚至乎喺1990年嗰時創辦埋自己嘅會計師樓。其實當時點解會有呢個咁嘅決定咧？嗬，我當時之前咧喺間上市公司做，咁咧就我都好多謝我當年嘅老闆，其實俾好多機會我。亦都俾好多培訓我啦嚇，但係我覺得如果我可以經營我自己嘅公司，我彈性會大啲，我可以比較可以掌握自己個未來同個命運多啲，所以因為咁咧，我就離開嗰度諗住出嚟創業，有冇人捨得你咧呢間公司？又猛勸你不要啦，我又有啲好多計劃俾你啊！老闆好好嘅，老闆好好嘅嚇。咁就，但係佢意與決啦嚇，即係我想離開嘅決心。你想有個自由度啊？咁所以就出咗嚟。先嚟講咧，因為我考完會計師牌，要有翻個核數工作經歷咧，先至可以開會計師樓。所以我係自己開會計師樓之前咧，就去咗一間會計師樓做，係做，係咪有三年咁嘅？30個月，30個月，然之後攞咗個牌先至自己再出嚟開，就可以簽啦。係，係咁啊！其實如果你已經有自己嘅事業，都已經差唔多可以話係去到個巔峰咁滯。但係你去到2004年嘅時候，你決定去參選呢個立法會議員，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大嘅即係決定嚟嘅喎。咁點解你當時又諗住？咦，其實你已經夠忙嘅啦，點解你仲要諗住做埋呢一份咧？嗬？剛才我提過，我其中有個心願係想出國讀書。咁正正式式去讀2-3年嘅機會就難啦。做咗嘢之後，我喺2000年就去了哈佛上一個短期課程，那個短期課程咧就講點樣去領導一間專業嘅事務所。我好 enjoy 嗰個，我好享受嗰、那個學習過程，喺學校住讀翻書，有一班嚟自四方八面嘅朋友。咁結果咧，我讀完嗰個課程之後咧，我就再讀多一個咧，就連續要去3年嘅。每年去3個禮拜，每年3個禮拜都係喺哈佛，都係去嗰度嚇，又住喺嗰度嚇。而嗰陣時咧，亦都思索自己嘅人生嚇。咁可以咁講喺個過程裡面咧，其實望翻轉頭香港俾咗好多機會我呢輩嘅人嘅嚇。雖然我哋細路仔嘅時候香港環境好差，但係香港嘅經濟起飛。我哋呢一輩人咧係最大嘅得益。我當時思索我個人生下半場，咁最後咧就為此定咗個調，就係人生下半場咧，以
服務社會作為一個主軸。嗯，嗰時有個咁嘅諗法，咁就可以咁講咧，咁就因此就走去參選立法會。嗯，但係好可惜，第一次咧都未能夠成功啦。嗯，但係你仲有呢個再接再厲嘅精神咧，其實都真係唔容易嘅喎。你第二次你都諗住有即係爭勝嘅決心都大嘅係嘛？我諗第一次選嘅時候咧，就更多係我嘅 ambition 係乜嘢？即係我想點樣？你想點？雖然人生下半場，但我想咁樣做。嗯，到第二次參選嘅時候咧，係有咗一個改變嘅。哦。個改變喺邊度咧？就係喺嗰幾年裡面咧。其實望翻轉頭咧，係其實一個變相嘅祝福嚟嘅。嗯，嗰幾年時間俾我再次諗清楚，喂，你係咪真係去轉咗去做議會嘅工作咧？嚇，個事務所又點咧？嚇，呢個我就將呢件事咧擺咗喺個禱告裡面。嗯，係。到最後當我決定再選嘅時候咧。我有啲經歷令我認為啊，呢個係一個召命嚟嘅嚇，咁所以我就再次參選。嗯，係咁啊，即係從立法會議員到呢一個加入政府，又係另一個即係戰場嚟嘅，可以咁講係嘛？咁你就即係2012年咧，就係接任呢個發展局局長啦。咁我知道有當時有一啲嘅困難，都幾難做一個決定，想同我哋分享喎，係嘛？當時嚟講咧。因為我去參選做議員咧，我冇諗過再去入政府工作。係，只不過喺個崗位裏面，一方面服務會計嘅業界，二來亦都透過個平台服務社會啫。到後來梁振英先生當選行政長官之後，咁佢邀請我加入政府。我亦都考慮咗，亦都擺喺祈禱裏面啦。最後就決定加入政府咁啊。嗯，咁啊呢個時候其實有一啲嘅問題想考下我哋台下嘅即係EMBA 同學嘅喎。你當時有冇一啲嘅即係處境係可以即係同我哋嘅台下分享？或者喺呢個過程之中有冇一個位，即係人在邊緣有啲困惑，我就想都互動一下。即係如果你有咁嘅 case 咧，你不如講講俾佢聽喺當時嘅情況。你就當然做了一個抉擇啦。咁但係如果我想你用翻，你唔好講個謎底先啦，講個謎面俾我哋下面啲新生學子聽下咧。嗰個加入政府嗰個決定咧，或者呢個裡面都有一定嘅宗教同埋個人因素喺裡面。咁呢個我或者唔多講，我不如。借另一個例子同大家分享下我工作上遇到嘅一啲喺發展局裏面嘅遇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大家知道咧，就係香港嘅土地供應好緊絕啊。喺上屆政府都係喺上屆政府，我哋接手處理土地供應工作嘅時候咧，有啲人就可能大家都仲記得，咪話盲搶地啊。嗯，系呢个见缝插针。嗯，事完咧，我嗰阵时接手做嘅时候咧，有一块地唔系起好多单位，有几十个单位。几十个。嗯。咁咧，但系嗰笪地咧，我落咗去睇咗三四次。哦。吓，先第一次我叫同事带我落去，然之后后来咧，我自己静静鸡再落去睇。点解咧？就系嗰笪地咧，就系一个屋村出边。村嘅出邊，屋村嘅出邊，唔係屋村範圍。佢個松寧，即係個規劃用途咧，就係住宅。住宅，所以我唔需要去城規會改劃嘅。係，一早定咗㗎。但係咧係得幾十個單位，係又喺正人哋嘅村出邊。如果起一座咧，又會遮咗人哋啲觀景啊，又或者觀感。咁啊，我哋睇過交通、空氣流通各樣嘢都冇問題。係，唯一咧就係會阻緊人哋一啲觀。景觀嚇，咗咁啲景觀，如果呢笪地攞出嚟賣咧，就實俾人鬧啊！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又再落去睇，再三睇，到最後咧，我就揸定決心賣。哦，咁你點賣咧？就係
其實在市區很缺地的、嗯、市區就算幾十個單位都幫到幾十個家庭、啊、少一點都好都做了。這頭說決定買呢，那區議會呢就很生氣，是、啊、那召我們去解話、嗯、那解給他們聽。咁區議會就話：你做咩見縫插針啊？起幾十個單位，你知咩叫見縫插針喎、啊？有條罅你又插啲嘢落去。幾十個單位幫唔到市民嘅喎、啊，又阻住啲景觀啊，空氣流通啊，感覺啊，係。咁啊，落到去，我啲同事落去，咁我同啲同事講：我哋好好地聽人講，唔、嗯啊、需要特別駁嘴嘅，解俾佢聽。啊、但是又駁嘴、啊、但是又不要搞到自己那麼生氣、啊、因為他也有他的工作做，是不過他是諮詢架構來的，諮詢完我們再想想，想想啦，除非有，如果他有些新觀點我們沒有想過的，或者會調整，如果不是就是聽完就照做、啊、這個叫做你不是做了 才去聽嘛，你聽了真的，如果那件事真的好有道理的，那都要聽的，你解不到給自己聽的嘛，因為你作為一個局長，其實你要方方面面都要解到話、嗯、其實對自己的良心都要解的嘛，沒錯、啊、沒錯。那跟著、到你的迷面沒有，那呢區議會裡面有立法會議員嘛，在個區議會層面按不到我們，那在立法會裡給個口頭質詢你，質詢你咁啊，等你上嚟咪詢你一輪，抽一輪之後，嗰時又有啲電視機照住啊，咁咁啊點咧？咁啲同事問我，照賣，照賣。咁跟住咧就有人就去立法會申訴部，嗯，立案投訴，投訴，叫我哋去解點解呢笪地你係都要賣咁，咁啊去解啦。呢個冇約束性嘅喎，即係。都冇嘅嚇，都冇嘅，都係去解解互相表述啦嚇，亦都我哋都嘗試希望可以說服到佢嘅咁解完之後都係要招標啦嚇，咁啊招標啦，去到招標嘅時候咧就到截標，我哋通常咧招標係四至六個禮拜，星期五截標，下星期三左右就開標，到截標嗰日中午食晏，咁啊睇到新聞，有個人申請司法覆核，唔俾我哋買，係好多招數啊！點算啊？係點算咧？問佢哋啊嘛。嗯，好啦，大家都係即係 NBA 系列啦。人去到嗰個位，經已如箭在弦啊！係彎曬弓，係爭射嗰下，但係嗰一剎那，突然間一個司法覆核。的申請的申請申請是如果你是在一坡哇這個也挺難的，看看你們厲不厲害你如果可以繼續說一分鐘我都覺得你很厲害三十秒都說不錯了，有沒有同學校友有興趣回答一下？好我在想即是看回司長剛才說的東西，就即經歷當你想到我，如果我自己想就是當香港是這麼缺乏這個土地的時候，那我們考慮回即係就多一個單位都好，你係幫咗一個家庭。咁對頭先阿教授都講咗咧，即係話喂，即係你一個家庭可能第時嘅影響力好大。咁如果你講緊係有幾十個單位，可能係幾十個家庭。咁如果嚟講，即係又當你有一個信念，你係覺得喂呢件事係啱嘅，咁你會做啦。就算你話有司法覆核，咁唔緊要啊。其實司法覆核可以喺嗰個 terms 裏邊，或者係話俾嗰啲投標單位聽，喂，我有一個不確定因素，可能將司法覆核嘅時候咧，係歪咗佢嘅，咁都唔緊要。變咗嚟講，個投標單位佢知道佢個 risk 喺邊度嘅時候，咁佢可以考慮一樣嘢，變咗佢可以將個 risk price 埋落去 whatever 啦。咁變咗嚟講，我相信呢個就繼續行咧，我都係冇問題嘅。如果對我嚟講係嚇，就咁。仲有冇同學分析下？分半啊？係，有冇另外一位？係，你試下。我會覺得這件事情上面司長就一定是為市民著想，就希望可以增加更加多的單位，但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就是為什麼會有立法會議員或者區議會議員去反對這件事情。我想如果我是司長的話，我會想一下就是怎樣可以去
考慮佢嘅角度，從而去同市民解釋翻點解你有咁嘅諗法，去從佢嘅角度去著想，去令到佢哋去接受你呢個嘅觀點。咁呢個係如果我係司長，我會咁樣去做咯。多謝多謝。點咧？嗱，我哋喺區議會喺立法會咧，我哋都盡我哋嘅能力咧，將相關嘅事實鋪陳。譬如在那裡建那座樓，從個規劃上原本就已經是住宅用地來的，只不過當年建個屋邨的時候它沒有用到這橛，所以個屋邨的範圍就小了，就刉了個地出來，個交通呢沒什麼影響，建了這座東西，個供水排污又沒有影響，做那些測試建了座東西沒錯，景觀阻了一點，但空氣流通又沒有影響，所以從技術層面呢就沒有理由不讓這件事做的，就是個判斷呢，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你認為值不值得建那幾十個單位而已。在我們當時去考慮裡面呢，就當然從那個施政那個政策目標，就當作 Ricardo 那個，我們在政府裡面呢遇到這些法律挑戰是非常之緊張的，而且非常之小心處理，所以我們有律政司的同事，亦都有地有呢、這個Lands Department 地政署的同事，有發展局的同事齊齊喺度開會。有一些意見咧，就認為誒，佢而家申請司法覆核啫，或者個官唔批俾佢咧，咁我哋係咪放一放住，放一放緩嚇，截咗標唔好開標，因為通常我哋截標有效期一段時間噶嘛，三四個禮拜之後睇一個法庭點睇，俾唔俾佢進行司法覆核，如果俾咪進行到尾咯嚇，如果唔俾咁我哋咪大條道理賣咗佢咯嚇，即係一個好自然嘅呢、這個意見，亦都好理性。當時咧我就問咗嗰個同事一個問題誒，我哋大家有冇信心三四個禮拜之內法庭處理到呢樣嘢？咁就大家都唔知嘅喎，因為冇人敢講法庭個優次係點啊。咁我話誒、不如咁啊！我哋可唔可以要求法庭咧優先處理呢單案？因為有公眾利益牽涉啊，幾十個單位要阿 Sir， 係咪真係咁重大公眾利益咧？係夠唔夠信心？因為咁個庭會早啲處理咧，大家又唔 sure。咁啊，再加上咧，亦都有啲同事提醒佢話：誒、我哋作為公職人員，如果知道呢一件呢件嘢有個未完結嘅訴訟喺度，如果我哋做咗一個咁嘅決定，第日真係俾佢司法覆核到，我哋好大件事嘅喎，分分鐘炒得嘅喎嚇。咁啊點咧咁？咁我當時咧就問大家，我話：誒，我哋咁鬼努力去揾地，係咪？有啲甚至要改劃搞一大輪，然之後放先至放得入個賣地表。如果我放入去個賣地表去賣嘅時候，接標嗰日嗰個人所以第二張紙話我申請司法覆核，都未知個官批定唔批，我就吞後。係。咁我以後成個土地供應工作就冧噶咯喎，嚇個個人都可以咁樣玩。同埋喺公共行政裏面咧，如果呢件今次呢個案例我咁樣處理，本身就已經係一個先例啦。但是遇到同樣的事，如果我不同處理的話，就要有很強的理據區分開才可以、大家都是明白、不如這樣，我們退一步，我們被人劃了那麼多轉，看看有哪些位置就真是動得下的司法覆核有機會會輸的、大家由頭到尾再輪一轉、亦都可以這樣說，在過程裡面之前大家做的時候，明知被人攻擊得那麼厲害，都已經很小心，就覺得應該是沒問題的，那沒問題那就賣了、那我簽名了、結果呢、我們就賣了那塊地、賣了那塊地之後呢，就後來那個人就撤銷了個司法覆核，咁我哋以為誒啱啦咁，不過香港有段時間咧係比較政治化，結果有另外一個人嗰塊地已經賣咗啦，提出就住嗰塊地進行司法覆核，
咁我哋就同佢打官司啊。到最後咧就搞咗成差唔多一年，法庭咧就判佢輸。嗯。啊、但係嗰次咁嘅處理咧就幾方面嘅，一方面堅強咗我哋自己內部同事嗰個鬥志，同埋嗰個決心去做呢啲嘢。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個先例喺度咧，就變咗咧，我哋第日處理類似嘅事情嘅時候咧，識得點樣穩位行啦。穩位行最緊要嗬，不過始終對嘅事就要堅持啦。或者我講兩三句，即係我係慣咗海卷噶嘛，即係聽人哋講完之後咧，就佢背後嘅分析。第一句説話叫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但係你呢個君子做呢個決定之前，係要從善如流。如果你完全冇諮詢，問都冇問過，自己一意孤行、剛愎自用就唔得嘅。但係你過咗呢個位嘅時候咧，幾十個單位啫喎，咁嗰句説話叫做莫因善小而不為。嗯，咁細唔做唔係嘅，佢係善事嚟噶嘛。跟住炒得嘅噃。炒得咧就係唔睇自己嘅安危噶嘛，久利於國家你就要做噶啦。嗯，唔到你講噶噃呢啲，其實頭先我講一句説話，如果你唔做咧，其實你係定咗一個好差嘅先例。係，呢個先係最緊要個位，即係唔係嗰件事本身係幾多個單位啊？喺呢件事成個過程之中，全人類全神貫注睇緊你做緊呢依樣嘢，所以你個決定咧唔係幾十個單位嘅決定啊。是不是你有冇誠信？你自己有冇腰骨？你自己知唔知道自己在做緊乜嘢？你以前講嘅嘢，你自己信唔信先？如果你都唔信，咪掹翻佢咯。佢總之就係唔好喺我啲剩翻兩年退休之前喐啦咁。咁呢啲就唔係為官之道啦。官唔應該咁做噶嘛。頭先我講過兩句説話，大家翻去諗下啦，叫風格，而帶出你個風骨。嗯，你向呢度諗咧，你先至係即係與 CEO 對話，我哋要做嘅嘢咯。不過咧，即係講到地啊，講到樓咧，我諗即係仲要花多一個鐘頭咧，慢慢請阿司長講，因為都係我哋嘅即係香港市民嘅重點啊。咁我哋咧轉頭翻嚟咧，就會繼續請阿司長同我哋分享嘅。唔該曬，多謝大家。財政司司長陳茂波。